这盘菜刚端上来就被他们洗劫一空。打这种高端局不能有丝毫懈怠，刚端上来必须得下手。才刚端上桌，顾不得别的宾客还在用餐，女子已经拿着黑色塑胶袋在打包。刺激！你有病！要那啥呀？那你自己都吃了，我花钱了，我六。谁没花钱呢？我没花呀，都端你跟前，我够不着。这一个100块钱，你给我拿过来，我够不着，赶紧拿过来。别往这些人都没吃着，你瞅，他那妈都没有菜，赶紧快点，扔了。人才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，咱们啊今天来聊一聊大陆吃席和台湾吃席啊有啥不一样。去农村吃席，凡是参加过的朋友啊，应该刻骨铭心。农村啊，红白喜事多，婚丧嫁娶啊，孩子满月啊，金榜题名啊，新房竣工啊，都会宴请村里的人啊吃席。流水席中呢，不少大妈们对硬菜爱不释手，为了能将一盘香气扑鼻的食物啊占为己有，手段之狠辣，动作之凶残啊，常常让这些斯文人啊瞠目结舌，直呼再不吃席了。这种现象啊，在我国农村啊依然普遍存在，城里没有。城里人生活质量本来就高，对这些饭局上美食啊可能也是司空见惯，很多人爱着勤俭，搭完份子后啊就甚至可能不会去。那有时候我去参加婚宴中啊，有时候看见的宾客啊都不到一半，即便去参加饭局啊也讲究礼仪，注重个人形象。宴席结束后呢，餐桌上啊往往剩下大量的饭菜。农村吃席中啊，男人们很少对桌上的佳肴啊疯狂出手，不管你是硬菜啊还是素菜啊，喝酒啊吹牛啊都是男人们的主要内容，谁没见过几盘鸡鸭鱼肉啊。有网友啊就是统计发现啊，在我国的农村啊，一般吃席中疯狂的精神文明钉子户啊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，其中江苏、浙江、广州、广东那边啊，还有云南那边啊，他们吃席呢是几乎不抢菜的。还有就是西北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、内蒙这些地区啊，农村吃席也不抢。因为这些地方啊，他们的那个少数民族啊，占多数。他们呢主要就是以喝酒为主，喝完之后呢就跳舞啊，反正是没有见过抢菜的。有一位网友啊小秦回忆说，他有一次回农村老家吃席啊，被安排在一群闪电侠的桌上，刚开始上素菜啊配菜时啊气氛还挺和谐的，但是主菜上了之后啊，身怀绝技的大妈们啊立马就大显身手，一盘杂排骨啊5秒钟就不到，然后你就只能看见盘子里面只剩下菜叶子了。然后小琴扭头一看，看见大妈们的塑料袋里啊装满了满满的私人物品，大妈们呢就把这些菜呀带回家了。大妈们的天山折梅手还有鹰爪功啊真是天下无敌，高手过招那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，一切都在大妈们的掌握中。小琴当时就懵了，以他粉嫩的饮食观啊跟旁边的大哥吐槽说，我们也搭了理了一口没吃，他们带走公平吗？再说都打包带走吃席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哼，
有什么意义？己所欲非彼所欲，你认为的无意义的，对别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快乐。抢走一只鸡或一条鱼，对于大妈们来说意义重大。家里有孙子孙女带回去解解馋呀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是不是啊？意义这玩意是需求勾搭住一起的。其实啊，饭桌上的搏斗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啊造成的。首先啊，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，搭2块钱或5块钱啊，然后全家人就可以去大吃一顿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打包的意识。你敢打包，桌上其他人啊，很可能会翻脸的。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啊，好不容易开一次荤，你装走了，别人吃什么呢？那时的红白喜事啊，比较纯粹，仪式感做主，主人也没想收多少礼，答多少礼随意，当然不会有大妈报复性的拼抢。如今的农村呀，一些人将婚礼当作生意，提前3-5天就开始计划请多少亲友，开多少桌，烟酒饭菜的成本是多少，又能回收多少礼金，赚多少钱，也就有了前是礼后是账的这个说法嘛。谁都不傻，主人以这种心态带乡亲，乡亲们肯定也会端着生意的思维啊去参加婚宴了，尽可能的多吃多拿，确保呀不亏本。也不是说所有的农村朋友啊都是这样的。我自己呢也去参加过了一些朋友的婚礼。一次是在宁波那边，一次是在新疆那边。宾客打礼金，主人一分钱都不要，说我们办婚礼，婚礼是喜事，又不是做生意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菜的分量确实少，下手慢，吃不饱。你说你吃席去了，又搁着肚子回来，总让人不甘吧。酒席自然成了战场，当餐桌礼仪遇到饥饿啊，肯定会丢盔弃甲。下面啊，我们来聊一聊台湾那边的吃席。台湾那边的网友说啊，在台湾吃席啊，主家会预备袋子，每道菜呢，如果说有剩余的呀，会邀请客人装袋儿，用公筷母食，所以啊，剩菜呢都是很干净的，拿回家没有人抢菜，避免食物浪费，而且每上一道菜啊，大家都会礼让，一个一个的依序轮着夹菜，大家不会啊一起去夹菜去。台湾文化非常重视和尊重他人社交的和谐，因此啊，人们倾向于等待其他人先取菜，而不是争抢食物，以避免引起啊不舒适的氛围。在台湾用餐啊，往往也有一定的流程，通常主人或年长的老人啊会先开始取菜，然后呢其他人啊依次跟进。这种有序的取菜方式啊，有助于维持整个用餐过程中的秩序跟和谐。台湾人对于餐桌礼仪啊也是非常重视的，他们会遵循一定的规则，不挑食，不随意乱动餐具等等，来展现啊对用餐的环境啊和他人的尊重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